2020金鹰女神竞选开始，杨幂位居第二，而她遥遥领先。杨紫一部《香蜜沉沉》进入双火，遍大江南北，还带红了邓伦，又一部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再度霸屏爸爸，搭档李现也一度晋升国民男友。杨紫现在的劲头无人能及了，位居榜首。杨幂不仅有着收视女王之称，还有着非常厉害的带货能力，娱乐圈可说得上最活跃的女星了，情商也是相当的高，有不少黑粉转粉了，可见其功力之深。杨幂紧随杨紫之后，杨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，但因其结婚生子后所出演的影视作品及综艺实属不多，仅有的几个收视还惨不忍睹。不过不得不说，即便遇到这样情况仍进了榜三，可见其粉丝团的强大，杨颖位列第三。